寒暑假呢，都会秉持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精神，为大家精心规划各式各样好玩的户外教学。Namaste， 在凯斯的夏令营里面呢，让您的孩子不用出国，也可以体验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哦。在我们的 Book Club 里面，孩子做了许多的许多的延伸活动。尤其是每一个老师都花了很多的巧思在设计他们的所有的作品，好像Robin Hood 的故事呢，也做了盾牌还有剑将的一个造型。今年的凯斯幼儿英语夏令营 QQ Camp 课程的主题是绕着作者听故事。我们呢是以每周介绍一位知名的作家，每天分享一本经典的绘本，让孩子喜欢故事，爱上绘本。Take those things.
legs and kick the bar to the ground. I got rocks in my face.会配合歌曲交唱以及美劳创作或者是一些益智的游戏配合这个故事成为延伸的活动，我们相信孩子们呢在今年的暑假都过得非常充实和快乐。每年暑假我们都会举办 Nature Discovery 科学探索的夏令营，那我们会让小朋友使用美国小学的科学课本当作教材，那也会每天做简单又有趣的生活实验。